在那边翻搞了一下，这颜色一下上来了。哇，玩够高的，撒上芝麻。咱们这个面再过凉水不？不过凉水啊。不过，直接进锅。哦，直接烩到锅里。哦，这一锅面现在有多少碗呢？十几个。大概有十几碗面，一边出面一边放上肉臊子。哦，直接出了。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虎三。现在又到中午了，咱们去探店。今天咱们要去的这家面馆呢，最近呢是相当的热闹呀。昨天晚上呢，有十几个粉丝啊，都给我发信息推荐了这家面馆。今天中午呢，咱们就过去看一看它有什么来头。现在是中午的11:50啊，右侧是五都路，这一家饭馆呢就在华亭街这个巷子里边。咱们现在从这个巷口走进去找一找。好的美食呢，总是藏在这种比较深的巷子里边。走街串巷找美食，探寻人间焰火气。这巷子还挺深的。走进来右手边这儿，终于把它找着了，金鱼兰。咱们现在到店里边进去。哎呦，好像有好多吃面的人呢。店里边是座无虚席呢。哎，咱们到里边窗口上去看一下。这边好像几个师傅正在修面。哦，这是咱们干煸炒面里边的配菜。这有青红椒。青红椒。也有韭菜啊。新鲜的韭菜。这边也是咱们干煸炒面里边的配料啊。都是啊。这边还有这个洋葱。芹菜。哦，好新鲜的蔬菜。这是咱们那个干煸炒面的面条，它是这种拉条子面。好，热锅凉油。咱们看一下这个干煸炒面，很多朋友很喜欢这个干煸炒面，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，咱们看一下。现在里边放上了牛肉，是吧？是配菜，现在放入配菜。看着就像很艺术呀，就像耍魔术一样，速度很快。好，面条进锅。好，来了，出锅喽！哇塞，这颜色，一看就是相当的有食欲啊。漂亮，这还要撒上芝麻呀？啊，对对对。哦，这还是第一次见，撒上芝麻。漂亮，好，两碗干煸炒面又出来了。这是手工面片，手工面片虽然费工，但是朋友们非常喜欢这种手工的这种口感。手的特性。这是我现在要做的，是一锅手工面片，面片子正在那儿揪。那个师傅现在在这儿做这个烩的这个汤，配菜。这边两个师傅是先在这儿压这个面地子，把这个揪面的面条全部压成长条，然后在那儿揪，这样速度比较快一些。这一锅揪了不少呢。好，面来了，哇塞，直接烩到这大锅里。哦，又一锅面好喽，在这儿出锅。好大一锅呀！这会儿21个，说的好快。20，对，今天多少？20个，21个，3个的。一边出面，一边咱们小哥就直接端走了，给客人送走了。快1个小时了。先多少？2分钟，单炒的2个。
老师，干点什么快？我们把这十几个除掉。十几个，马上。二十六个，两个断，一个断啊。27号，27，22号了。繁忙呀。27。这儿有这个价目单，我们给朋友们看一下啊。它有素凉面，8块，也有烤肉啊。下面烤肉是传统的价格140块，也有手工面片，还有干煸炒面是16块。炒面有好多种，我独爱这干煸炒面，经常也吃干煸炒面，对干煸炒面也是比较挑剔的。咱们来尝一下这个面。这个面条是有点辣，这个面条好像它不是咱们的辣面，是辣条子的这种面，麻辣鲜鲜。再来一口，它这个面条是相当的劲道，比拉面要劲道好多，好吃，这个面不错。这个胡萝卜呀，我感觉在这个干煸炒面里面是不能少的，炒到一起这个口味是相当好。这干煸炒面里边放这个芝麻我还是第一次见，这芝麻和这个面配到一起呢，这个香味真的是很提气。烤肉，这烤肉是咱们这种小串干烤肉，有肥有瘦，焦香焦香的，味道相当不错。烤干大蒜，吃面吃蒜，主要配。他说有这免费的茶水，那喝一口。这一碗面是咱们一天的精神，吃这一碗面感觉满足了。